无主灯设计，如何用线形灯营造家里的高级感，大家一定要收藏好，以后装修肯定会用到。亦可以用这上花边或压板型材搭配流水灯带，用在过道位置，开灯流水，关灯回流，特别有格调，科技感一下就有了。二，用单边线形灯装在边吊上，单边向上发光，替代传统灯槽，不易藏灰，易清理，简单又好看。三，用45度铝槽，窗帘会发光，氛围感十足，装在电视柜下，柜子也能悬浮。四，用明装线形灯安装在床下，打造悬浮床，让空间更轻盈通透，企业再也不摸黑。也可以嵌电视背景板上，或者入户门柜。五，用小边嵌入式线形灯嵌在床头背板，简约又时尚，设计师都喜欢，卧室超有氛围感，也可以用作悬浮顶特装，天花也能悬浮。六，同样用这两款线形灯在客厅边吊装上一圈，简单不花俏，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做法，也可以装在客厅，包一波造型。七，用柜